那再请一定要，再给那书记啊，书记多少钱？啊，给有再放下去哦。现场已把光车辆内当场查获、查扣、补具、账册，把光用对讲机组织的新台币两百二十万元。当日酬劳金二十七万余元，全案经侦讯后，鲁克依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，已由桃园市政府警察局图书分局裁处，短信一共得六人，则以触犯刑法图博罪嫌，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。